县长林明真在县府公务处同仁的陪同下，来到了南投市福兴里，会同立法委员许淑华、新议员蔡宗智及余秀英共同会勘悬爱儿少关怀家园前的农路。林县长会勘后表示，县府将动支93万6千元重新刨铺这条道路。县长李明真在公务处同仁陪同下，会同立委许淑华、议员蔡宗智、余秀英等人，来到福兴里永明路159号悬爱儿少关怀家园前的农路会勘，并县长说，这条农路是在地牧里长以及许立委向蔡宗智议员共同争取改善，县府将动支93.6万元改善长约450公尺。宽约3.2公尺的既有沥青混凝土路面重新刨铺完善。那福兴里哈，这条巷道哈，永明路啊，这个巷道哈，来看呢、啊，这个巷道已经，水泥路面都已经很久了哈，它石头都脱落了，已经破坏不堪了，确实有必要重新再来铺设 AC 路面，这个总工程费大概要93万哈，所以我们议员哈，立委拜托的哈。我们就要赶快来尽速来把它处理好，让咱这农民哦，你去山做工开哦，一条路较好行嘞，较安全嘞吼，然后咱这农产运输吼嘛较袂去损坏，所以就非常有必要，我们会尽快的来设计环保，让咱这家农民哦，一条较好的农路来使用。立委许淑华表示，一般产业道路都是农民长期出入的道路。因此交通如果可以设计好，对于农产运销以及小朋友出路都会更加安全。而且长期的产业道路拢是咱农民出入的所在，即摆咱看到咱后壁有一个咱的悬爱少年关护家园，即顶才我嘛从旁边来才看过，拢有真侪囡仔拢伫遮咧出入，所以讲咱的交通会当讲来设计好的时阵，对到真侪囡仔伫遮伫学习的时阵，我想因的即个安全性嘛会当提高。再次感谢到咱在地遮的民意代表拢非常的用心，拄则咧咱看到讲古旧比遮还佫有一挂道路部分嘛还佫有破损，所以我们也会请县长这边能够立即再来帮我们想办法，再来筹措经费，还有很多的道路也能够一并来改善。县议员余秀英反映，新兴里张南路3段、398巷、400巷等6段社区道路改善工程。林县长说，新兴里虽然位于南投市郊，但紧邻南岗工业区，而且大楼社区如雨后春笋，社区道路老旧，而且经自来水等管线挖埋后崎岖难行。这次将动支大约340万元，刨除重新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。记者陈盈志南投市采访报道。